我们家这猫啊，在沙发上。这儿有一个老百姓俗话说叫"兜子"，就这么一个书包，它尾咕着这儿啊，在这儿尾咕着，身上可热乎了。它跟这儿睡觉呢，睡半天了。你看，醒了啊，拿开了啊，还睡吗？还睡吗？咪咪，刚才睡的身上那肚子那热乎乎的。这猫，你看它这一蜷哈，它一蜷，连它这尾巴都蜷成一个半圆，在这儿还不明显，有的地方它特明显，有时候在地毯上就睡着了。而且吧，它要想暖和的时候，哪有阳光嘿，它就在阳光的有阳光的地方趴着，可会享福了，是不是欣欣？不叫欣欣。叫咪咪哈，咪咪会享福吗？嗯，这里边有什么好东西？你的，哎呦，它不撒手。咪咪，咪咪，是吧？仓库保管员，哎呀。我们要出去啊，这猫嘿，有时候就在门口等着我们，在门口那个有一个小门厅，门厅那有一沙发，沙发上边啊有一些东西，它在那儿趴着，特别乖，很多时候它就在那儿等着我们。有这么一小活物啊，觉得挺好玩儿。